度收视冠军、璀璨人生原班人马打造的偶像情感伦理剧《美丽的秘密》即将于年底正式开机。宋茜将饰演被生母抛弃后误打误撞进入演艺圈的歌唱新星，与何润东饰演的音乐制作人有一段扑朔迷离的娱乐圈明星恋，为观众带来一系列精彩看点，令外界对这部作品抱以更多期待，甚至有观众坦言它为2015年最期待偶像剧。看点十足的剧情内容，备受期待的全新情侣档《美丽的秘密》开机在即，已然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。对此，有网友表示，期待何润东、宋茜这对新鲜情侣一定会有很多火花吧，真的很怀念《璀璨人生》，2015年就等着这部偶像剧啦。优酷全娱乐整理报道。